大家好啊，我现在就在这个布鲁塞尔这个凯旋门的正中间，这边和柏林啊不是很一样，因为柏林的中间是没有这个绿化带的，没有绿化带的结果呢，就是很多人在这照相，而这边由于有绿化带，所以人很少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布鲁塞尔的这个凯旋门呢，不属于是它的地标性建筑，不像那个在这个柏林啊，它的那个冯伯劳星岛门已经被神化了，就是说变成了德国的一种象征啊，所以每个人去那儿都必照那个碑，而且它是供这个整个地方的枢纽。而这个凯旋门，我觉得修的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呢，它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城市的正中心，而是城市偏南一点，而且再一个就是它并没有被神化，也没有被妖魔化，所以说呢，游客并不多。我在这边转一转，然后坐地铁准备去下一个教堂。哎呀，这个太阳一出来，感觉整个就人就不一样了。